来自高雄中学一队七名同学顶着大太阳，背着三太子徒步行走环道。换手吧。队伍中每一步都踩着坚定的步伐，要时刻注意配速，因为烈日底下又要背着10公斤的三太子，非常考验耐力和体力。两员比较没有经验，然后距离太长，然后他们有一些脚的不舒服，然后所以有上。上补给车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大概抓多久换一次？大概7分钟吧。一年一度9天被民众背三太子环岛，全程28天。2号从彰化县秀水出发，预计会到云林西螺31公里的路程。今年高雄中学一队赛前表演大秀身手，展现走完全程的决心。还有台大的学生以及年纪最小11岁的小弟弟，连续2年参加，去年没走完全程，今年再度挑战。去年有来走过一圈，但是没有走完，感觉身体很累啊，所以就上车了15公里这样。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走完，就是能走完就尽量走完。往年参加人数平均150人，今年则分为全程参赛与当天分段，一共约200人参加。我们是延续在2011年去撒哈拉沙漠之后回来，我就觉得说，既然外国人都能够接受我们扛三太子跟他们比赛，是否有可能性创造属于台湾人自己的运动？参赛者徒步长程远征，期间可能历经曝晒大雨，对抗高温挑战极限，更考验毅力。三立新闻将军谢云臻 SN 小组彰化采访报道。